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它说疏散星团 M34，总体的视星等是5.5等啊，距离地球大约是1400光年。什么叫1400光年呢？就是说光走了1400年以后所得到的距离光的话走1400年的距离就叫1400光年。关于以上叙述，下列何者错误？我们看 A 选项，光可以在真空中传播，这个是对的。再我们看 B 选项，光从该星团传到地球花了1400秒，这错，花了1400光年，1400年，花了1400年。再我们看 C 选项，光年是距离的单位，这个对。就光走一年的距离就叫光年。再我们看 D 选项，地球上观察该星团的面貌是该星团1400年前的样子，这个对了。因为那个我们看东西的话都是靠光传递。就那个影像的话，我们为什么会看到那个影像？就是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光打到那个东西以后，然后反射，然后到我们眼睛，所以我们才看到，或者说该物体自己发光，那这个光呢进入我们的眼睛以后，我们才感觉到的。好啊，所以的话呢，那1400光年以外的距离的话呢，光要走1400年嘛，才到我们的眼睛嘛，所以我们眼睛看到的景象呢，是那个地方1400年前的事情，所以这个是对的，所以他选错的，选错的应该要选 B。